好，没错，这个中台杜苏芮台风啊，它未来的路径会怎么走？那它会不会变成强台？我们现在花几分钟时间跟大家来说明一下。那目前呢，其实它中心点的位置呢，就在鹅銮比的东南方海面上，大约呢是510公里左右。那将会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呢，持续朝台湾的方向来靠近。那不排除啊，其实现在它的外围环流这个整个暴风圈半径呢，已经进入到了巴士海峡。那现在目前气象局预估它的等级是中台上限，但是呢，其实要特别留意的是，未来它如果呢是持续朝巴士海峡这个方向来前进的话，那未来有可能因为这个海洋条件是利于它的生成的，那未来它有可能在进入巴士海峡这个地方的话，它有可能强度就会变比较强一点点，那不排除会变成强台，那也不排除会变成强台的上限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那它的未来路径啊，要特别帮大家来统整一下。目前其实气象局在今天下午2点40分左右的时间就已经发布了海上跟陆上台风警报。那警戒的范围目前呢是锁定在恒春半岛跟屏东这一带。那不过呢，其实它未来会怎么走？这边呢，我们要透过路径图帮大家来稍微统整一下。好，其实现在呢，它在这个东南方海面大概是510公里左右。那它未来呢会逐渐朝巴士海峡这个方向来前进。最靠近台湾的时间点呢，大约呢是落在26号以及27号这2天，是对台湾的威胁性是比较大一点点的。那么届时呢，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，甚至呢是在中部这一带都有可能受到比较大的风跟比较大的雨。那未来呢要离开的时间呢，大约是会落在28号左右的时间。那么要提醒，这一段期间风势跟雨势都会比较大。好，俊奇，你刚刚有提到了这个杜苏芮呢，在登陆之后有可能第一时间会影响到屏东。那除了屏东之外，有没有哪些其他地方的民众要特别留意？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我想观众朋友应该很关心，接下来有没有放台风假的可能呢？俊奇。好，没错，我们先透过呢这个卫星云图帮大家看看呢，它现在目前它的这个暴风圈半径，根据气象局稍早的资料来说，它已经呢是半径呢达到了300公里了。也就是说，它未来呢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的话，目前警戒的范围就是呢在恒春半岛。但是要特别提醒呢，在东半部，尤其呢是台东地区，气象局在稍早也特别说了，在未来下一报有可能是在5点40分左右的时候，就会将台东来纳入陆上台风警报的范围当中。好，那至于呢，它如果未来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来前进的话，那在26号的这一段期间，有可能呢比较靠近的高雄跟台南，也是下一阶段有可能会直接纳入这个陆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性。那么届时呢，不管呢这个风势跟雨势都会明显增强一点点。好，不过大家就比较关心说，哎，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放台风假了？毕竟啊，已经很久没有这个放到台风假了嘛，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啊。那不过呢，其实看它的路径，虽然中心点并没有直接登陆，但是呢，气象局预估未来的雨势可能呢比较可观的地点会落在台东、还有屏东、恒春半岛、跟高雄、跟台南这一些地方呢，是未来台风假比较有可能的几率的地方啊。不过呢，其实反观呢，在新竹以北，因为呢台风的路径的关系，它又属于背风侧，因此啊，这些新竹以北的地区放台风假的机会就相对比较少。不过，其他还要提醒观众朋友，因为28号台风才会逐渐远离，到时候会转为南风的天气形态，那么因此还是有不少地区会有下雨的状况。